记得我第一次去我丈母娘家的时候，我丈母娘给我做了一道烤老鼠，吃你们的话能吃下去吗？敢不敢吃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涛子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蜗牛黑米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点在老挝的奇闻趣见啊，是这样，奇闻趣见说对就是刚才如视频开头所说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去蜜家的时候。蜜桃妈妈给我做了一个老鼠肉，现在呢，把这个事情经过给大家讲一下。记得应该是我和蜜认识有快一个月的时候吧，我是第一次那时候去她家见她家的父母。那时候去的时候，我也买了很多的东西。至于你们老挝人是去那个男朋友去女孩家里啊，买不买东西呢？如果是老挝男孩子，也没，也买是吧？对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去的时候，我是记得那时候去我们那个中国人开的超市里面，给他们买了很多我们中国的零食啊，这些还带一点点水果，去见那个丈母娘、丈母爸爸。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比较紧张，我记得那时候去的时候好像带玛丽也一起去了，因为我那时候不会说老挝话，所以那时候经常还需要玛丽要帮我那个去翻译一下什么的。姐那次和她一起去了。那天去的时候，记得已经是下午了。是蜜给我打电话通知我说，他爸爸妈妈回来了。之前是他爸爸妈妈去那个山上去那个种地了，他们家的地离他们家也比较远，来回一趟就是也麻烦，所以他们正常的话是要去了以后要住在地里干农活，可能要去一次性要住个10天半个月，然后才会回来。刚好那次就是，蜜给我说他爸爸妈妈回来了，说让我抓紧去那个。去他家见一下他的父母，听一下他父母的建议嘛。然后那时候是第一次去，当时去的时候和玛丽一起去了。那天去了以后，也是我真正的第一次见他的爸爸妈妈。哦，那次碰，第一印象是感觉，蜜的爸爸妈妈好年轻，好年轻。比你年轻哦，怎么能有比我年轻？就是感觉特别年轻，不是像感觉就是。我也感觉就是可能说你父母也就像我父母那个年纪差不多哦，但是见到以后真的是很年轻，因为他的爸爸蜜的爸爸只比我大10岁，蜜的妈妈比我大12岁，真的是特别年轻。那天以后去了以后，怎么说？现在让我回想起来，我到底紧不紧张呢？我可能现在也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，肯定是紧张。去了以后，也问了一下就是我的基本情况啊什么的这些，当时也让玛丽帮我翻译了一下啊。就是也问的挺清楚，记得那次你爸爸妈妈给我就是，给我们的建议和意见呢，就是说让我们俩多多相处一下，还有一个就是问你爸爸妈妈愿不愿意你嫁给我嘛？我记得他们是怎么说的？他们好像是说只要我们愿意，只要你愿意是吧？他们也就说没有什么意见，我记得哦，真的我也没想到会有那么顺利，可能是。我给他们的第一印象也是比较好，再加上可能蜜也在那个私底下和背后给我说好话了，应该 有没有？你爸没妈有，没有吗？没有。那他们怎么说第一次就感觉那个好像就是不是很抵触啊，就已经接受的那一种你还不知道吗？我爸啊？爸妈妈就是好心的人啊。哦，对，像蜜说他爸爸妈妈就是好心的人。就这样说吧，反正就是感觉我挺顺利嘛。那天下午去了以后，然后就简单的跟他交流了一会，说了一会话。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，就是刚我开始说的，他们那边我去的时候第一次给我们做饭，做了几个菜呀、啊，应该有3、4个菜，但这3、4个菜都是他们老挝的菜系。煮的那个他们那边的绿菜，然后可能。还有那个怂，还有笋啊，还有竹笋，还有一个就是重头菜，就是老鼠肉。这3个菜全部是他们自给自足的，全部是在地里去干活的时候啊，顺便挖回来的，所以是是啊，不用钱买的。我记得那次说一下吃老鼠是什么情况。我记得那天他们就是做好饭以后叫我去吃，我们一起围在一个桌子吃饭。后面就是他爸爸妈妈给我说，你吃肉吃肉哦，然后就是我说啊，那吃点。但是当我就是把那个肉夹起来以后，我怎么感觉那个肉不太对劲？我感觉就是不像猪肉，不像鸡肉，不像牛肉这种常就是经常常见的肉嘛。所以我就问那个让玛丽问他那个家人说这是什么肉，
妈妈告诉我这是老鼠肉，一下给我吓住了，老鼠肉不敢想象，老鼠肉能吃吗？能吃呀。那对于你们来说可能就是你们吃过能吃、嗯、但是我完全接受不了那个，就是哪怕说它再好吃哦、嗯、我就是心里挺那个有点怕的嘛。怕什么怕、它能吃、那能吃，但是我当时是接受不了，所以我就没吃。嗯，但是现在想了一下，小蜜也经常现在给我说老鼠肉特别好吃，我就在想着以后要是回丈母娘家了啊，让妈妈再给我们做一个老鼠，我要去尝试的去吃一下。我吃，我特别爱吃老鼠肉。对，鸟儿。现在我来说一下，就是他们为什么喜欢吃老鼠肉，还是因为穷。因为你其实猪肉牛肉也好吃，但是猪肉牛肉一般要去花钱买，这个老鼠肉他们不花钱，他们好像去地里是抓的啊、在地里抓的、等于是那个也不是竹鼠就是田鼠，所以这个就是抓住以后也可以当肉吃，就是免费的那个肉嘛、也挺好。但是我第一次我是完全接受不了，但我像我说的，下次我回丈母家一定要妈妈给我做点，我要突破一下自己。今天那个收摊比较早，然后这些呢是今天下午发完货以后剩下的几箱，但是现在也有人陆陆续下单，待会儿把那些单打出来哦，贴上去，明天就可以拉走了。是的。最后的视频别忘我们的添瓜哦。对。行，今天收摊走，带你去吃个好吃的，补一下。好的。喜欢吃甜瓜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哦。哦。嗯。好，视频要分享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观看的视频，喜欢我可以给我点点个关注，点点赞，拜拜啦。